这是一场9300分的低端青铜局，而这是我好朋友茶颜巨浪的顶级配件。而这局呢，我们来到了滨海酒镇。我听说呢，我好朋友茶颜呢也是代言了巨浪这把枪，我表示十分欣慰，巨浪这把枪终于有人代言了。我呢也是十分的支持茶颜，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茶颜的这套配件到底好不好用。 OK 呀，打这种9300分的低端局呢，必须先整一个副攻，开局呢也是扔一个单响烟来这瞄下啊，找一下敌人。 OK 呀，此时发现一个一阵流动， OK 呀，带走一个，简简单单呀，这种9300分的局呢，简直是太简单了呀。OK 啊，此时发现一个，刚才呢也是扫一梭子没打死。OK 啊，又发现了又一梭子，我这有点假了吧？这五六枪了呀，这还没死，这开了吧？这开东西了是不是 ？OK 啊，此时又发现他能一枪连着三枪，哎呀，打不到了，神奇刀。OK 啊，又一个，哦、一花茶烟，太假了吧？这打了十来多枪，我这还没把他打死，这假的呀，皮好不？这一定开科技的呀，这不开科技都说不过去呀，这啥也不是，散会。